边这么热闹，来看这是以巧克力为主题的华剧《未演先轰动》。今天下午在台北市西门町举办特映会，男女主角来到现场，而且韩国野兽天团也来跨刀站台哟，带你来看。台韩两大帅吴俊豪、俊浩一上台，尖叫声破表。小帅哥曾之乔也不遑多让，女扮男装登场，粉丝们陷入疯狂。以巧克力为主题的华剧在戏院举办特映会，现场简直挤爆了。女主角巧巧为戏聊了 key， 剪短发、穿男装，话题十足，让华剧未演先轰动。更吸睛的是，这回主题曲吴建豪和韩国野兽偶像俊浩跨刀合作，两大帅气男星合作拍 MV， 还登上国际版面。他很顽皮，我哪有顽皮？我昨天看到一个那个我们的幕后花絮，才发觉他一直在我背后说我坏话。我还以为他真的夸奖我短头发很漂亮、很性感，还有我还心里觉得好欣慰哦。结果他在我后面一直在摆出那种很嫌弃的表情。是，你知道是哎，不要这样子吧。啊，这样跟着开心。俊浩在韩国有演过戏吗？那他未来有没有兴趣考虑来台湾演戏？来嘛。한국에서정식으로연기를해본적은없는데이제대만에서좋은기회가된다면하고싶습니다这剧情让人欲罢不能，看乔乔如何努力扮男生，和吴建豪由巧克力勾勒出来的缘分又会怎么发展呢？值得期待。台视新闻高雨鲁科研究小组台北采访报道。